福琼英从参加歌唱选秀节目《超级偶像2》出道，她在2022年10月结婚，升格成为幸福人妻，并在同一年的年底开心对外宣布自己已经怀孕的好消息，令粉丝们又惊又喜。数日，她在社群晒去一张她和老公以及宝宝小手的全家福照片，向大家宣布自己已经顺利生下一个宝贝女儿了。她在脸书开心发文写道：“五月的小铁肢体早来报道了，透露这两天她挑战亲喂，并表示女儿小小的身体却有着非常响亮的哭声。”另外，她还笑说铁肢这个小名是她的老公硬要帮女儿取的，不关她的事啊。贴文一出，粉丝纷纷恭喜她成为幸福妈咪，迎来一家三口的幸福生活。